心力衰竭，左心衰呢，主要的这个是心力衰竭的一个第一步的这个变化吧。我们说左心衰，主要是它的症状和右心衰还是有区别的。它是肺淤血，一般咳喘，这个出现比较严重，不得平卧，一动就憋气，进而出现个肺水肿啊。心下膈肌有点积液，就心包都有积液，这都是左心衰，它的症状都差不多啊，心慌、失眠、后背疼痛，咳吐是痰是粉末的症状，它这个主要区别是在这些这个辩证上，共同的症状呢就是，心绞痛也出现。心率加速，一个射血分贝下降，这个下肢浮肿。